别恶心人啊！哎，如此不入流的风格。鸡皮人。马上就好。剩三级，你还敢这样用 Q 啊？我剩三级了，他还反向 Q 想追我，黑暗收割暴率，剩个四级。呜呼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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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白金钻石分钻，准备去死吧。对，刚送我妈。现在早上播了呀，通宵找不住了，要回家了。嘿嘿，无伤卡线，进进出出。他这出重伤刀，我看，啊，打潘针出重伤刀又没用啊，用来打我们上野的红水晶，直接开大的。他们不敢还击。刺得快，刺得狠。如此不入流的风格。没有对手。马上就好。怎么出三项呢？
你们想看的我就出一把。吃牛肉面。我从不退缩。收割吧。是的，刺穿他们。1133，出一把穿甲流剑姬。穿甲流剑姬这方段应该玩不了，容易出事儿。第一点，白金分段可以玩，这白金钻石容易出事儿。三重打击，哇！加17攻击力，47、57，咳血55，但叠满。不过我叠得快。等等等等，他应该 TP 中路放大的。快来个铁马特，经验太慢了。下路有没有坤会？有眼。不要犹豫，遮住他们的眼。你把 E 用了，你就去死啊！他想拆塔很快。打后面的呀，别怕呀。专注，要刺得快，刺得狠。哇，你还想回头 A 我。去上了。
加二十移动速度。我应该再扛下塔的。干嘛？完了。哎，我吐了，我在干嘛？都被标到，被 Q 的，1000块。刚没多少蓝呢，其实我刚刚可以直接套大招，先把暴雨杀了的。他很脆的，我随便秒他。我想先拉开一下，拉扯一下，结果被勾到了，被 Q 到了。我的剑准备好了，其实我可以直接秒暴女的。看到我了，恐惧。穿墙，就你会穿墙是吧？哎，要是贪欲有个主动就好了，就完美。就跟以前一样了，他又再来个主动。
马上就好。Hello。我的伤害爆表，直播比较脆。别人也尝试过，但只有我成功。他就一个大念，我三个大念。哦，21-61，精准而优雅。让你们看看我的拆打速度，快的一匹。我还没点欢欣加爆破的。590，追不上了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锐利的剑，锐利。专注。十秒钟一个塔，不多逼逼好了。十秒钟一个塔，如此不入流的风格。看好了，我的拆塔速度。十秒不到，我的拆塔速度恐怖如斯。不需要我吗？没蓝了，把我点燃了，无视防御塔。你个嘴，被防御塔打死了，不然他没了，他被我晕到了。这防御塔不把我打死，他死了。唉，1000块让他开张了。看到我的拆打速度没？夸张，我还没点欢欣加爆破，我点欢欣加爆破更快。我1-5去的。跟队友说一下，给个机会让我1-5。都闪开，我要开始装逼了。他把我红拿了，我操，蓝也没了，都不给我这个大爹留着是吧？这不是上大分的人，这些人。16级也不想升了，浪费时间。欢心就是加攻速的这天赋啊，欢心韧性血统啊。别杀了呀，队友快去死啊！快干掉我的队友啊！对，快干掉我的队友。Nice， 干掉我的队友。还有个防御塔，精准而优雅。吸点血，你觉得我约不了你？我吸点血。
这静干嘛？想去偷家，快干掉静，把小静静干掉。金哥是复活了，血有点少。晕住！哇，你给我个盾呐、啊！你还不如不过来。我刚触发破剑者了吗？900，我把金哥是晕住了，马上全杀了的。克烈这一下把我 A 死了，他这一下 A 不死我，他们全死，差一点，可惜。他刚给不到我盾吗？你看嘛，就太脆了。如果是咳血也全杀了，咳血的话可以挣一口回血。三项伤害是高，但是太脆了呀，没有一个主动，有主动就好了。快把我队友干掉，我不管我队友，你们快杀，狠狠的杀，快狠狠的杀。OK， 我要一打五了，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害我，你千万别过来害我，你千万别过来害我，你千万别过来害我。疼字怎么写？有点痛啊，说实话。他海妖加破败，刀有点痛，我操，差点死了，还好我吸上来了。